咁就我有幾句説話想講嘅，咁講完之後就請大家提問啦。首先咧，希望咁多位香港市民咧係都睇得清楚，我係由2016年參選立法會咧，我都係秉持住咧一貫嘅政治立場嘅。就是我們香港人在北京封殺了我們的雙普選之後呢，我們不可以氣餒，我們更加是要檢視一下我們現在的憲政機制到底有什麼地方是令到我們處處受到北京的控制，譬如說不斷被利用去箝制香港人的政治權利的基本法158条和159条。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改变香港辩证的心，一起为香港的民主运动打开一条新的出路。这个政见呢，大家如果有留意选举主任的回复呢，他都确认呢我是由2016年到現在都是帶著同一個政治立場的。好了，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搬龍門的不是我，改變的不是我，搬龍門的是這個特區政府和背後指使他的中聯辦和北京。我在2016年是得到確認成為立法會的候選人，跟著當選。我在2016年的10月在全香港市民面前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跟著就算有人大就著基本法104条的釋法，我的宣誓和我一路以來的言行是沒有受到特區政府任何的司法挑戰的。直到今日，一個現任的立法會議員帶著他由2016年開始向香港市民承諾的政綱去參加一個地方的村代表選舉，我住了6年的元江新村的居民代表選舉，居然是可以搬龍門到我是不可以參加這個選舉。而那個理由呢，大家如果有留意那份的理由，就是講緊話他懷疑啦，或者他覺得我的回應呢就隱含住啦。如果選舉主任居然是連一個確認我是不擁護基本法都講不出的，我覺得他們要跟香港市民講清楚，到底在幾時為什麼可以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公眾的諮詢和立法的程序，就去將政治檢查的個門檻改變了。另外呢，我很想特別又跟市民去講，同埋要大家都去留意的，要警惕的，就是選舉主任今次他現在的幾封的信件，他隱含著那個政治的邏輯呢，就是文革式的人人都要做政治警察的邏輯。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一個人在香港不單止自己是不可以主張港獨，甚至你講到明了你沒有主張你都不贊成，但是如果你沒有反對
人哋有呢個主張嘅權，咁咧你就會被剝奪你嘅政治權利啦。呢個係違反基本法，我冇可能係因為我要參選，所以咧我就去剝奪其他人嘅言論自由。我冇理由就話喺某某集會裏面有個人主張港獨，我就要禁止佢，或者我就一定要反對佢。我點解要反對佢呢？和平地去提倡港獨，喺我嘅認識，一定係言論自由喺基本法嘅保障範圍之內嘅。其實不單止我今次的事件可以顯示到政府有這種人人都要做思想警察這個趨勢，其實即將來臨的國歌法亦都是一樣的。在國旗法的時候呢，你是要主動去整壞那支國旗才犯法的。現在國歌法不是，國歌法是你聽到的歌，你是要主動地去表達肅立。這個本來是你必須要主動地破壞才違法的行為，已經慢慢一步一步變成為香港人要主動表態。而在我這個例子就是，你不單要主動表態，你還要主動地去否定其他人的基本權利。在這個回答選舉主任問題的過程當中呢，我是引用了呢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還有呢這個陳浩天選舉呈請案的判詞，去提出這個鄉郊代表選舉主任呢，他是無權呢是對我進行這個政治檢查的。我是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去提出這個觀點，但是在今天的選舉主任的回應裡面呢，他是隻字都沒有提過我這個觀點，亦都沒有任何的回應。我是會跟我的法律團隊呢是商量，是不是就著這次無理的搬龍門的違反基本法的一個政治決定，是尋求法律的濟助。最後呢，因為這次無理的 DQ， 我沒有辦法是參加元江新村的居民代表選舉，沒有辦法是跟元江新村的村民一起呢是改善鄉村管理的問題，亦都沒有辦法同埋我在綠色鄉村約章裡面的盟友一起透過這個參選去提倡改革鄉議會的制度。我向一班村民同埋我在綠色鄉村約章的盟友呢表示歉意，雖然我未必能夠在這個候選人的崗位上跟他一起打這場選戰，但是我是會繼續去幫助村民，同埋係同我的盟友一起去推動這個改革。我都會在立法會裏面呢是提倡不同的角度去改革目前的鄉事的體制。大家一定會問啦，咁我嘅將來又點算啊？我嘅從政嘅生涯係咪就此結束呢？我好想同市民大眾同埋民主派嘅同路人講，從來呢進入議會參政，它是民主運動很重要的部分，但是不
係唯一嘅部分。我喺呢條路上都走咗唔少嘅日子，喺未來亦都會尋求喺唔同嘅地方。首先當然係繼續喺立法會呢個崗位上面同大家一齊打拼，未來亦都會喺唔同嘅崗位嗰度繼續為香港嘅未來出力。希望大家都好似我一樣，唔好放棄呢個地方，亦都唔好放棄進入所有嘅體制嘅可能性。我哋一定要把握每一個機會，去同呢個專制嘅政府去角力。我哋加加埋埋，先至有勝利嘅希望。而家我可以答大家問題。即是一月初之後呢，先至係要作個決定嘅。咁喺呢段時間，我諗大家都會同我一樣啦，去研究一下到底政府咁樣去取消一個鄉郊代表參選人嘅資格，到底個道理喺邊啦？咁至於你第一個問題咧，我係唔識得答你嘅。我是不懂得答你的，因為我沒有辦法去想像一些不合理的事。當然在香港是更不合理的事都不斷在發生，但是我真的想像不到為什麼一個由2016年開始是貫徹始終的政治立場，跟著一路服務市民的議員，是被剝奪了他參選村代表的權利之後，還會面對被剝奪我立法會的議席的風險，我真的想不到。我想這個問題都要那些譚耀宗啊、譚慧珠這些護法才懂得答應。Well, first of all, in my previous letter to the returning officer, I stated clearly that he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for political screening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election petition of Chen Ho Tin. And he did not reply a single word concerning this important issue. And secondly, I want to tell my fellow citizen that the problem right now, or the political censorship right now, is that not only one needs to declare not supporting Hong Kong independence, but one needs to also reject the rights of other people's freedom of speech in order to gain a right to run in this village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I think it is absurd and it is in viol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it also signifies a very dangerous trend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among not only participants of elections but fellow citizens. Concerning my political career, at this stage, I will continue to be a legislator to serve the Hong Kong citizens, and I will seize any chance and any role within the democratic campaign to contribute in this common cause. I saw it. 就係一啲其他民主派人士，即使宣誓或者佢哋主張港獨，都會被DQ咧。而家嗰個我認為咧，今次揭示嗰個邏輯咧就係咁樣嘅，就係好似阿馬英國咁樣講啦，佢就係話：喂，你唔係淨係自己唔主張就得㗎，你仲要反對埋人啊！ 咁呢個要反對埋人呢一個部分咧，我認為係而家北京咧想喺香港發展嗰套政治邏輯嘅，即係話佢個內容可以變㗎。今次就係港獨，所以你唔單止自己唔可以主張，你仲要反對埋人哋。咁下一次其實佢可以再變㗎嘛，因為好似我開場發言所講，其實佢個變化係唔需要任何嘅法律嘅重新嘅修訂。 或者係公共諮詢嘅，佢只需要將喺擁護基本法呢五隻字下低，佢再僭建一啲佢認為嘅政治解讀就得㗎啦嘛。咁你可以想象呢一個趨勢，其實佢係首先就會由港獨，遲啲就會變成為啊啱啱啊強勢公係嘛，先至講話憲法唔係淨係31條要守啊。咁你要守憲法第一條。 咁你即係唔可以反對共產黨領導啦，咁你唔可以反對共產黨領導，前提就係話，唔單止你唔可以反對共產黨領導，你仲要反對埋其他人反對共產黨領導，你先至可以確認你個參選資格啦。點解我哋要明白呢個唔係我一個人嘅事，或者今次大家睇到選舉主任不斷問我，喂，港獨係唔係自決前途嘅選項之一啊？ 點解我冇答佢呢個問題呢？第一就係我冇主張過港獨，我亦都冇主張呢個有選項嘅公投。咁我點答佢呢啲假設性問題咧？但係我一定要答佢呢，就係而家佢呢個問法本身帶俾香港人嗰個進一步去限制我哋言論自由，或者叫做保持沉默嘅自由。 呢一個危機係好重大嘅，我所以我認為我答佢問題，就算有好多朋友話啊你可能答啲簡單啲嘅答案，佢啱聽嗰啲咁啊冇問題咯，咁你咪佢咪唔 DQ 你咯，我就好唔同意呢個觀點啦，因為實際上你如何答一啲？ 而家對佢嚟講係可以接受嘅答案呢，第一就係佢可以唔信你啦，第二就係其實佢個龍門係可以繼續搬㗎嘛。咁我點能夠去容許呢一種政治審查喺我嘅身上帶嚟一個牽連其他香港人咁壞嘅影響呢？所以我要揭發佢呢種咁荒謬嘅。 要我哋香港人個個都要做思想警察，及住曬人哋，要剝奪人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呢個危險嘅傾向。希望大家都去明白同埋去警惕，同埋要反抗呢個咁樣嘅邏輯咯。政府發言話咧，今次唔係一個政治審，即係點睇政府呢個講法咧？另外，選舉主任第一段咧，其實就係話啊，你參選嘅時候咧，簽咗份聲明嘅，嗰份聲明咧就係要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你覺得佢呢個講法會唔會影響到你話114條，包括即係鄉郊選舉嗰個嘅即係核彈？
可以講多次第一個問題？第一條就係政府話今次唔使個政府。O K， 係。佢永遠都係咁講噶啦，林鄭月娥啊，嗰啲高官永遠都係佢哋最不負責任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擁個 D.O 去死，擁一個中級嘅公務員去承擔一個天大嘅政治責任，佢哋自己就匿埋，跟住又話同政治考慮無關。全世界都知道佢講緊大話嘅時候，唔該佢哋有翻啲吉士，自己孭翻啲責任。而家好明顯就睇到咧，就係佢係用法律裡面的一些他可以操控到的地方去達成他的政治目的嘛，那叫法治嗎？那是人治喎，拿著法例來亂咁冇。2016年的時候我就可以參加立法會選舉一當選，跟住我又可以宣誓，跟住就算他釋完法亦都我繼續做緊，咁佢都可以話我而家走去選村長，佢唔俾我選，咁都可以話係冇政治嘅背後嘅操作喺度，唔好講笑啦。咁至於話佢話村代表選舉咧，我都有簽嗰個聲明咧。個問題係咁嘅，我簽咗個聲明。等於選舉主任在呢個鄉郊選舉呢一級的選舉主任，他可以好像立法會嗰個選舉主任咁樣。立法會嗰個選舉主任因為陳浩天案判咗，歐永祥法官話係啊，佢可以㗎，因為104條嗰個釋法包咗嗰啲重要嘅公職啊嘛。咁村代表唔係嗰啲重要公職啊嘛，咁即係話你唔可以用到104的釋法或者那個歐永祥法官的判案判例去對我進行進一步的政治檢查啦。他可以問我問題的，但是他不可以問超出了那些他在個法例裡面確認我的資格，包括什麼呢？包括我有沒有在外國那裡做緊公職啊，或者我有沒有破產啊，這一類核實身份的問題他不可以再問其他的了。那個我要簽這個擁護基本法那句說話的法例條文呢，並不會等於他可以去做那些政治審查。這個其實就是如果我們不要爭那些內容，我先爭他有沒有這個權呢，其實我是在這個第二封的回信那裡寫得很清楚的，他不知道回答了什麼，他沒有回答的，其實他沒有進入過這個題目。總之他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借了譚耀宗的腦啊，你知道他們都是一棍就說，總之你就是反中亂港，你就是做鬼都不靈的了。我覺得那個選舉主任是沒有理由去對我進行這些提問。想問下今後會不會繼續參加立法會的選舉，同埋擔唔擔心，如果下一屆再參加立法會選舉，都會被 DQ？ 我呢個真係要係再一次同我團隊啦，同民主派嘅盟友大家去商討咯。當因為所有嘅現任嘅立法會議員，我諗最關鍵都係點樣去按佢嘅政綱去完成他的任期，履行工作，服務市民咯。咁下一步可能你要去到，譬如話2019年嗰個區議會選舉，你再問我，可能會比較適合啲，我到時就會有答案俾大家咯。係，一問仲有冇問題？覺唔覺得今次係可能係一個試水温，又或者可能係收集更加多證據，即係用咗呢個。因為他可能在立法會選舉之後就即係冇 DQ 到你啦，咁今次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係有關方面就去試下等你去講得更加多嘢，咁希望收集啲證據要去 DQ 你個立法會議席。就一個立法會議員咧，由佢參選
去到就任兩年咧，我諗講嘅嘢冇十萬字都有八萬字噶啦。咁你話係咪再要多幾百字嘅證據咧？我就覺得如果係莫須有嘅，係用法律去做政治工具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好我唔認為佢哋需要咯。咁我都係繼續講翻我認為係啱嘅，代表到香港人利益嘅，代表到即係民主運動未來點樣去走呢啲方向，我就會繼續講咯。咁如何去被呢個選舉主任任佢冇咁樣解讀咧，係我不能控制。但係我強調咧，今次嘅我參加村代表選舉咧，第一我係好認真去參加呢個村代表選舉嘅。參加村代表選舉係我嘅政治嘅一個承諾嚟嘅。我係應承咗大家，我要透過呢個村代表選舉咧，去改變鄉議局呢個制度嘅。咁而所以喺我喺答嗰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抱住嘅心態啊，我一路抱住嘅心態，同我嘅律師團隊、我嘅團隊一齊傾嘅時候，我抱住嘅心態係我希望爭取講清楚。我認為咧，我冇主張港獨嘅話咧，我係唔應該俾人取消資格。所以我就要據理力爭，去將我嘅觀點講清楚。咁我係曾經有期望過呢個特區政府咧，佢會明白做一件做或者做任何呢啲荒謬嘅政治決定咧，係有後果嘅，係有後果嘅。無論係喺市民心目中，會令到大家對政府更加絕望，或者對於世界各國點樣睇香港嘅一國兩制，其實大家係有眼睇嘅。所以我係曾經有個期望，呢個特區政府唔好再次做呢啲荒謬嘅決定啦。你有咩嘢嘅決定係比起取消一個現任立法會議員去選村長更加荒謬嘅咧？點知佢都係要做，我唔係覆翻封信入邊講粗口，跟住強詞奪理咁樣鬧佢嘛，完全冇啊！我哋同佢講道理，據理力爭，居然換嚟一個咁樣嘅結果，呢、這個問題係好嚴重咯。想問下咧，就係點解？我覺得因為政府睇到即係香港好似做呢樣嘢比較難咁，所以好似 DQ 咗咁多人之後咧，得唔出多結果，好似所以就即係再想圓圍咁。我唔覺得香港人好冷感喎，我覺得由我收到第一封信開始，其實香港人好關心呢件事喎，因為大家都睇到呢個荒謬嘛，所以更加係要喺我呢件事係俾保皇派去抹黑，或者去到人民日報都喺度抹黑之前咧。我一定要去講清楚，到底誰是誰非？我覺得市民係有眼睇嘅，而呢啲累積咧，其實係終有一日我哋係會再一次去反抗嘅。而個問題，所以千祈唔好有啲人就撈亂曬啦，已經係話，譬如話。我好希望界定翻幾樣嘢啊嘛，係咪？第一就係話我冇主張港獨，呢個第一。第二，但係我認為其他嘅香港人，佢和平地去提出呢樣嘢，係言論自由嘅一部分嚟嘅。咁第三，我有我個提出香港未來。前途如何要突破而家呢個真普選俾人扼曬嘅困局，我就主張要檢視而家嘅體制，跟住修改嗰啲俾北京如取如攜喺度干預香港內政嘅基本法條文，包括158条釋法同埋159条嗰條修法，
咁我係冇提出話要搞一個公投喎，所以如果佢話：，哎，我問問題問你係咪選項，我覺得係關事嘅，係一個假設性問題嚟。咁呢啲我覺得一定要不斷去講，所以有機會我都要大家講。咁你禮拜三佢揾得，佢等到今日先覆你啦。咁你點樣即係喘息佢呢個等咁耐？會覺得係佢覺得呢幾日攞咗法律意見，覺得其實如果上法庭都係有勝算咁樣，所以先咁樣覆你。即係話我其實唔即估佢啦，但我覺得係我係大概九日之前。十日之前就交呢個提名表嘅，咁而我報名要去參選呢個村代表咧，其實唔係新聞嚟噶嘛，我係講緊兩個月前已經開始講定噶啦，咁要作咩文都作曬啦，老實講，咁點解要等到今日星期日傍晚六點？咁去回信俾我做呢個決定咧，我好相信成件事都係有好複雜嘅政治計算啦，同埋可能係包括佢政府內部嘅政治計算啦，佢嗰啲政治成本啦，甚至可能係話香港特區政府好驚自己喺呢個習近平同埋呢個特朗普開會之前。喂，唔好添煩添亂喎，咁樣咁佢主動話：，喂，唔好搞住啦，因為太過癲啦，我哋呢個行為，即係你唔俾一個立法會員選村長係太癲啦。如果你喺上個禮拜已經講咗出嚟，咁大家又覺得好癲，跟住煲幾日，咁容威爾會有啲支持啦。咁我覺得所有嘢都有可能咯，但係最唔應該就係拖到咁耐。多到連嗰個抽籤都要壓後埋。